要开始做这份。好，各位委员哈，还有各位列席的政府官员哈，那我们今天要进行协商的法案呢，是委员段宜康等16人拟具之驻外外交领事人员任用条例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那经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呢，于105年10月31日审查完竣，并且决议呢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那为四经呢院会于105年11月22日第9届第二会期第11次会议呢改交由党团协商。好，那今天由本席召集协商，那非常感谢各位委员及各机关代表的参与。那希望稍后能够顺利获得共识，那圆满完成协商。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今天这个与会的代表。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今天来参与协商的各个委员哈。这个代表民进党的段宜康委员，好，罗志正委员，还有亲民党的周成秀霞委员，还有国民党的徐玉仁委员，还有民进党的周春美委员。好，那今天列席的政府单位有外交部的处长郭素清郭处长。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专门委员吕世一吕专门委员，还有全序部的陈少元处司长，好，行政院主计总处的研究委员黄耀生黄专门委员。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协商哈，那是不是要先宣读一下条文？条文不用念。好，那因为我们依照我们立法院的这个我们的国会的改革哈，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立法院组织法修改通过，所以就今天开始，我们现在所有的协商都是网络直播哈。好，那我们今天协商的这个驻外外交领事人员任用条例第二条，那最主要的呢是就是第二条的一个修正呢，最主要是删除它的原额的限制哈，就是我们第二条的第二项。现行的规定是前项大使，就是说本条例所称的驻外大使、外交领事人员是包括什么？然后就前项大使呢，常任代表及副常任代表的职务呢，因业务需要，那调派具有拟任驻外机构所需的经历或是领域专长人员担任时，得不受第三条、第四条资格的限制，但其原额呢不得超过其编制原额的10%啊，这是我们现行条文的规定。那在这一次呢，段宜康委员的这个提案呢，就是把这个其委员不超过就是不需要超过这个编制原额10%的这个限制呢，把它删除掉哈。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段委员要再说明一下？要看哪一个党团有意见的，应该要先说吧，因为看我不晓得是哪一个党团对要求要协商的，要应该要先说明。好像是国民党团拉下来的，是不是请国民党说明一下？我这边就党团的意见做说明哈。那因为这个上次质询的时候的确有提出过一些问题啦，那就是说第一个，他有没有办法去保障原本这个文官体制升迁的问题不要受到破坏。那第二个是说现在的需求量说是不是真的有缺到这样的，就是说要放宽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这样子的是不是会，另外是说有没有可能会扩及到其他的部会去也开始做这种所谓政务官更大的放宽的这个限制。那段委员，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对条文的这个逻辑啊，可能认知上有一点混淆了哈。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条文呢，对于包括大使、公使、常任代表、主要是大使、常任代表和副常任代表这个部分啊，其实还是这个受任用资格的限制啊。然后呢，因为本来驻外外交领事人员的任用跟一般的公务员任用的这个资格是不太一样，好，是不同的这个管道了。那所以呢，其实是把这个如果有特别需要其他的专长的领事人员啊，他放宽
到不只是不仅限于这个原来条文的第三条第四条吧，好的，这个就是说具有领事人员资格的，就是我们讲这个外交专业人员之外的人也可以来担任，所以他其实是在公务员的系统里面放宽，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应该要这样看啊，会比较清楚，是不是？或者外交部要不要做补充说明？好，那我们请外交部补充说明一下。确实是这样子哈。跟各位委员报告，在103年修法之前哦，事实上也这三个职称哦不在里面。大使、常任代表跟副常任代表都是103年之后新政进去的职称哦。那在那之前根本没有这三个职称，所以完全也没有比例限制。那当时没有比例限制。所以呢，特任官那是总统的职权哦，当然也不受这一个限制。103年因为新增这三个职称，而其中大使跟常任代表，因为依据驻外机构组织通则，他有特任跟检任的两种哦。那这个驻外外交领事人员任用条例原来应该是要规范事务官的，可是103年因为把它加进来，后来。在立法院立法委员审查的时候，基于保障职业外交官的升迁管道，加了一个10%的限制以后，可是因为大使跟常任代表有特任跟检任，就变成有一点语义不清。这个条文到底限制的范围是只有事务官，还是包括特任官在里面？就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一次修正呢，我们外交部也希望就是说把它做一个厘清。特任的部分因为是总统的职权，我们就把它排除。至于在检任的部分呢，那上一次因为是10%，上一次的委员会审查的时候，有委员建议哈扩增到15%，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外交部哈尊重这个委员会的决议。那对于常任的部分呢？外交部的看法是什么？你们是比较希望从外面派进来，还是希望这部分可以保留给部内可以升迁这样？我们是觉得哈、哦、要兼顾哈、哦、职业外交官，因为我们每年都有特考进来的，那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考训用的一个管道。对于那个检任人员的升迁管道，确实哈、哦、必须给予考虑。可是呢，如果适度的职称哈、哦、引进这个其他部会的相关专业人员进来，其实对外交工作的推动也是有帮助的。那上一次通过的条文，因为对检任的部分哦也不是完全开放，还有做一个比例的限制哦。那外交部这一边是尊重的。主席，各位同仁好，我想说，因为刚才段员讲得很清楚啊，他不必然全部是从非文官体系派驻，因为现在的外交非常的多元啊，我想几位人很清楚，他可能需要环保的、科技的、资讯的，那这些人可能是在我们的文官系统里面，可他缺乏他没有外交特考，甚至没有过去所谓新闻局特考的这种资格，所以他根本没办法派到那个位置去。所以对外交工作上会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不要假定就是未来15%的这个所谓开放是一定是从外面找，非文官系统人进来哈。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说这样适度的开放很重要，但是呢也留了大概85%左右是保留给原来的所谓外交特考的这一群人，所以他的升迁、他未来人生生涯的规划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哈。所以我想适度的开放是必要的，因为现在外交工作真的是越来越多元，需要更多专业，而且也会能够激励。好，我们在国际的领域上有更多其他部会的人愿意来投入这样的一个工作，好吧？我再说明一次了哈，就是在103年修法以前，其实这个102年这个法案是江宜桦时代的行政院跟考试院会衔提出来，那在提的把这个大使、常任代表跟副常任代表纳进来之前呢、啊。其实这些特任的这个大使都不在这个规范里面，好，他本来就特任官了，所以总统本来就总统去任命了，本来都不受规范。结果那个时候修法可能在仓促之间啊，这个文字没有把它斟酌得很清楚，所以定了一个本来的这个行政院跟考试院会衔送进来的，并没有这个10%的限制，结果去定了这个10%，这个10%本来是要去规范。这个文官的结果把特任官全部一起规范进来了，所以把这个因为这个立法的文字啊，把所有的都规范进来之后啊，
你等于是我们去立了一个法要规范文官了，去把总统任命的这个特任官通通规范到这个10%里面。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修法其实是补啊103年那一次啊在文字上把它定得更清楚，这第一个。所以把规范的范围把特任的这个大使跟这个常任代表副代表这个把它排除了，然后就文官的部分啊，就是说这个非特任的部分，比如这个大主要是检任啊，检任的部分呢去规范你如果要去任命啊，譬如说他可能不是职业外交官，他可能是经贸的专长，或是有些是文化，我们可能是驻在国的需要啊，可能有时候要用到，有说不定是有文化，说不定是经贸，说不定是其他，说不定是教育的专长的公务员，具有检任资格的，然后去任命他，我们把它规定一个上限，说不要超过15%。那外交部的反应是认为说10%对他们来说，即便把特任跟检任分流之后还是不够，但是15%应该就够了，所以才会去定这个。因为我本来的修的版本是把这个限制完全都把它拿掉，因为我觉得这个外交体系啊，他自己会去斟酌啊他的需求，他一定会保护自己人啊，因为这个不太门不会放得太宽，但是如果大家觉得不放心，那外交部觉得说定15%他们可以接受，那我也接受，所以我这个版本我就没有坚持。那是不是可以跟徐委员或者跟国民党党团说商量一下，就是外交部有他的需求，他在任命不同驻在地的这个是他的专长，他要用到不同直系的这个文官，这些文官啊都不是没有任用资格的，他还是我们国家的公务员，让他把这个10%放宽到15%。这里要补充说明的，那一天的审查会通过的条文哈，是把这个就是那个但书拿掉，但是改成说，但其原额除特任大使及特任常务代表外，不得超过其编制原额15%。所以特任本来就不受限制，那是只有检任，那现在就是说检任里面的啊，就是让就是15%不受限制。那大家的看法，我们再补充介绍一下哈，那个时代力量的稿录，好，稿录用委员。那各位委员，徐委员，段委，我再理解清楚一下哈，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除了特任还有特任，他本来就不应该限制，他是总统职权，特任和常任代表以外不得超过原额编制15%。那常任就是从一般文官，不是这个所谓的常任代表是在国际组织的，是国际，他并不是说常任文官，他是这个叫常任代表。譬如说驻欧盟的，这叫常任代表。那所以你的意思说这些，这个是特任的，这些是特任官不受限的。那你现在要拉高5%的是原本。在文官里面本来只有10%，现在要增加15%。对，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把上一次修法把特任的额度包括进来，这个其实是一个法律，这个修法上可能是没有注意到，结果去把总统任命的特任官的数额都算进来了。那所以第一个要补上一次修法没有斟酌好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是把上次修法所定的那个10%放宽到15%，是两个部分。你能不能请教一下哈？就说里面哪些是属于特任，哪些是属于检任？大使跟常任代使，大使跟常任代表是特任，那常任副常任代表是检任吗？还是副常任代表也是特任？好，外交部，我说明一下，大使是属于特任，哪些是属于检任？大使跟常任代表可以特任或检任，可以特任或检任，副常任代表只有检任。所以大使跟常任代表可以特任，也可以检任，那副常任代表是检任。那现在这里就是说，特任的当然就不包括在这里面嘛。当然我怎么用，这是总统的职权。那现在就是说，如果总统不去派大使或是常任代表的特任的，那要用检任的也可以是。那现在就是说，
那你简任的话，就是跟常任代表、常任副代表，那后面的那些什么参事、副参事等等这些呢？那简任，那就是简任。现在所谓的不得超过15%，是指简任是所有的，包括这些所有的这些人全部都包括进去里面。只有这三个职称。只有这三个职称的。对，这三个职称的15%，可以不要不需要驻外外交领事人任用资格。那其他的不在这里面，其他的不可能嘛？其他的就是依照简任的，就是文官的体系在走。那现在就是说，只有大使跟常任代表，他是属于他可以是特任，就是总统要任都是他的。那如果说好，他要用简任的话，但是不会，他如果简任的，他如果用简任，就本来就是依照文官的体系了嘛？没有，因为要领事人任用资格比那个任用法比公务人任用法，对，比公务人任用法的资格规定更严格，所以所谓的就这个15%，就是说，譬如说经济部啊，哈，哎，什么文化部，他们如果来担任这三个职称，他可以不需要符合这个驻外外交领事人任用资格，他只要有公务人任用资格就可以了，不需要有这个驻外外交领事人任用资格。我们规定在这里面的那个第二条的这些职称，本来应该都要有驻外外交领事人任用资格，那现在这15%。就是开放说，如果其他部会的专业人员进来，他可以不要受这个驻外外交领事人任用条例第3条、第4条的限制。好，请问一下两个问题哦，外交部可以帮忙回答一下。就是第一个是，从10%加到15%，具体是加多少人？那第二个事情是，可不可以具体举例，你们现在有哪一些人员，你觉得在有迫切的需要从外面找人，就是？讲那个 function 就好了，好，然后第三个是说，你现在讲的，因为我看你刚才一直讲法是说从各部会找部会调进来，不，还是你觉得是要从外面非政府单位机构调进来？好，外交部有多少人啊？然后再来是举例，到底是什么样的职位？你觉得需要？你觉得内部的这个文官没有办法升迁的？因为我去参访过几个那个使馆，他们也说很多升迁都卡住了。嗯，好，我只想了解而已啦，哈。好，那个第一个问题哦，原来的10%哈，因为那三个职称编制员额是95个哈，所以原来是只有9位哈，不可以，可以不受这个限制。那提高到15%是。14个人。那第二个说，举例说明有比较迫切的哈，就像那个驻 WTO 代表团哦，最近他其中有一位副常任代表，我们就是从经济部哦找人。那经济部的人的那个处长呢，他就没有驻外外交领事人任用资格，可是他有公务人任用资格，所以就商调过来，哦，他就不受这一个限制。第三个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其他部会？因为我刚才一开始有跟各位委员报告，所谓的不受驻外外交领事人的任用条例第3条、第4条限制，哦，可是他基本上他还是要有公务人任用资格。如果没有公务人任用资格，连公务人任用资格都没有，那可能就只能用特任禁用了。那什么情况底下，你们下面找不到人可以升上来？那个罗委员没有，其实啊，但那个处长可能没办法回答，因为那是那个部长的一个权限用谁哈。那当然，我还是提到就是说，现在真的坦白，然后举个例子，英国之前驻台湾代表他是环境部的，因为他是要推动环境外交，所以把这个环境部当做一个他外派的一个重点，所以在台湾全部在谈环境外交的议题。所以当你有这个可能的员额之后，那当然部长就可以去衡量未来哪些议题在哪些地方、哪个国家可以觉得适用的、适合的人去做这样的一个角色哈。那因为人不是处长派，他大概也没办法跟你讲说，找谁来适合哪个位置啊。但是我觉得有这个名额不表示一定会用到，好，那我觉得给未来在推动政务上、外交上多一点空间总是好的。那甚至搞不好通通不用到，全部用外交部的人员也是有可能嘛，好吧？所以我们的常任代表或是副常任代表都是指我们驻外机构，是吧？就说如果说我们派驻哪一国的，这个不算是常任代表，那个是算驻外人员还是？常任
代表跟副常任代表是派那个国际组织的，已经派国际组织的。也是驻外人员，但是不是跟我们的外管不一样，就跟外管的人员是不一样的吗？是是，他都是，他也是驻外机构的一种，他是派在国际组织的，就像那个 WTO。我们现在国际组织有 WTO、WHO、WHO 还不是啊？现在有派，只剩下唯一 WTO 而已。正式会员哎。我再补充一下哈，对不起，学员，我刚好利用这机会说明一下，因为其实我们政府派驻在国外的。就先不讲那个馆长级这一级或副馆长级，有很多的部会，教育部、体育部、劳委会、国安局，很多都有。可他们这些人未必有机会可以干到馆长，因为他没有外派外联人员之用资格，他顶多干到检任就停住了。所以对这些人他生涯规划，我觉得讲不是一个好的一个鼓励了，因为这些人他在外交系统里面可能也努力很久。可是因为受限于外领人员的这个资格，他又没办法干到馆长和副馆长，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会打开那个空间出来，让其他部会的人，当他觉得我要把外交当作生涯重要一部分的时候，那可能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跟一个不错的一个设计了。好，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啊，这个案子就照外交部的那个他们可以接受的版本来，还有我们段委员这边的版本来通过。我这里也是蛮支持，就是这个领事人员不从外交体系选材，把这个比例从10%提升成15%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刚刚听外交部这边所表示的，现在是95个人嘛，你增加到15%，也顶多增加4个人还是5个人，增加5个人，那他其实我觉得比例上。没有算很高，然后呢也放宽了，就是说可以纳进其他有专业的这些人才，有时候因为外交的需求，这些特别的人才是特别需要的，那也适合就是因为特别的需求做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推展啊。那再来就是说我会觉得说本来这样的一个比例的上限其实会有碍于，就是说本来这个外交的部分是属于，就是说我们总统在这边有一些他的外交的考量，加了这个比例其实是限缩外交的这个职权，但是我还是觉得放宽一点点，好，我们就试试看嘛，好，放宽到15%才增加5个人，这样的比例是 OK 的啦。好，许委员，我想经过。大概这样的讨论，我大概也清楚，然后也理解，就是说目前有这样的需求了。那就两点，我再表达，然后我想我们可以往前推进。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文官体系还是维持国家稳定的力量嘛。那我想说，在这样的放宽底下，我们还是希望之后施行的时候，还是要来去兼顾到这个原本这个人员他们的一个。想法这样子。那第二是说，在放宽政务人员的方面呢，希望以一个行政中立还有政党中立的部分来去任用，然后以国家的这个外交作为最大的考量。那也不希望说只是因为塞位置。那我想加从10%加到15%也没几个位置啦齁。那我相信以现在的执政党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我想就是。就以上两点，行政中立，然后第二是希望在维持文官体系这一块，我们在将来做组织改变的时候，可以多多的再去考量这样子。那这样子，我们就照原来的审查、哦。OK， 好，那这样子，这个驻外领事人员任用条例第二条，哈，就照审查会通过的条文，哈。那在场委员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将结论交给党团代表签名，那并完成协商后签名后，那提请院会处理。好，那我们今天就协商到这里哈。那谢谢各位委员跟各机关代表今天的注意和出席的协商会议。好，那我们散会。那是不是要给他们签名？给他们签名是哪个签名？